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子，兄弟姊妹，大家晚教子。做三甲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三十四节，彼得对伊讲：“伊人啊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被，伊就立刻起来。”我相信，伫圣经中间对着医治，咱并无有清楚，特别伫四福音的中间，耶稣做真济的医治。在这段圣经的中间，不是耶稣所做，那是他的学生彼得。还记得这个世界中间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兄弟姊妹，看见才相信，那叫做科学；无看见就相信，这才叫做信心。在这个所在，彼得真简单的用两三句话，然后咱就会当看到他的信心。伊，你做替这个人祈祷的时阵，伊唔是用主啊恳求你来医治伊，伊唔是讲主啊，你当时要医治伊，伊乃是讲什么？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这是现在式，这就是即马，这就是立刻，遐伫即马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就是因为安尼医治发生了。为着病人祈祷，其实有点顺是真大的挫折，因为。我几落摆经验，祈祷煞也拢无发生共款。所以当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我就咧思考彼得的心境究竟是如何。敢讲伊逐摆拢总有成功，我相信无。唔过伫今仔日，咱会当体会彼得的心内面知影有异地也无异地，这是主的代志。伊的工作就是对伊的心底最信心的宣告。在信心的里面，相信上帝要医治，然后咱依着恳求主家己来成就。所以吸引伊的永远都是耶稣基督，唔是伊有在条基督，乃是主愿意基，主愿意医治，这才是信心的源头。如果若干那看结果，我相信无人敢做医病的基督，但是就是知影。你背后的这位主，伊会当成就大事，所以咱会当凡事对伊求。阿头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我来到你个第四份的宝座前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亚华拉法的上帝，就是伊地的主。我愿意从着教会中间，即个伫边上中间的遐子仰望你，也要为着即个心灵创伤的仰望你主的成就中间，奉着你的名宣告。祝你的意志即时就临到你因的心中，愿你的带领你因的心中彰显最大，予阮看见你家己的信息，明白经历着你家己的阻碍，将着遐子恭敬交伫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今日遐子愿上帝十分祝福你，家里的一家。